现在已经进入24节气当中的小暑。小暑这个节气当中的小，就是微小的意思，暑就是炎热，意思是说虽然天气已经很炎热，但也不是最热的时候，夏天最热的时候是在后一个节气大暑。不过因为温室效应的结果，在这个节气也常常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，让人热得冻不住。这当阵的台湾已经是典型的热天的气候，尤其那是无风的日子，让人感觉真热。不过下晡时拿来一阵西北风，嘛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午后雷阵雨，热的天气就会较好一点嘛。这款的西北风通常拢未超过两点钟久。在这个节气，台湾四周围的海域是属于温水的海域，嘛是温水鱼群聚集的时期。在咧家人北方外海有小港啊、红柑这类鱼类，卖当掠到乌鲷。所谓小暑食酸啊，代表即阵是酸啊的出产期。酸啊是少数含有蛋白质的果子，唔那有胡萝卜素、粗纤维加维生素 A、B1、B2、C， 毛真济咱人真需要的矿物质，摕来做冰品嘛真受欢迎。那准讲你爱食酸啊，就爱趁即阵哦。小暑怕东风，大暑怕红霞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：小暑的时那吹东风，大暑的时那红霞满天。这拢是风台要来的报头，民众一定就要有预防的准备。小暑过，一日热三分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：小暑一日过以后，天气就会一日比一日搁较热哦。珍惜大自然的温素。大家都是好日子。